好，第一个的词是这样的：有什么烦恼就眨眨眼睛，释放求助的讯号。哦，已经有小朋友要抢答了吗？右上角的小朋友。我只觉得你念歌词很好笑，这个我你是应该觉得这么念，曾老师的应该有讲，美好。面带笑容占领头条，把所有的烦恼都忘，怎么词来着？忘了，已经有猜中的啦。那我觉得原唱是不是得唱一下？怎么是原唱啊？原唱你们都，得看你们有没有听过。唱一个，你唱一也个，你也会唱，那不都唱过了吗？唱一个，唱一个，唱一个，什么词儿？什么词儿？我都忘了。有什么烦恼就眨眨眼睛。有什么烦恼就眨眨眼睛，释放求助信号。然后怎么唱？会了，不依不偏，只贴着你围绕。我已经忘了。好，下一题来了。变成你的角色，为你分担负荷，做你身体里的耳语者。这还猜不出来吗？这我可以答吗？你不可以，再来一遍，再听一遍。再听一遍，变成你的角色，为你分担负荷，做你身体里的耳语者。大家，我觉得你真的是有魔力。什么歌词，经你这么一念，我都不知道怎么唱了。是梁老师的歌吗？还是怎么的？就是想不起原唱唱的梁老了。师的歌对，啊？啊，原真的唱是就你的对，歌？叫什么？那必须的。那你唱一个。还有一个身份就是著名歌手，哦，对，刺客嘛。但是我真的将将念完，我真的想不起来怎么唱了，哈哈，调 我都想不起来了。发现我的新技能了，这么强吗？我，这是你唱的别的歌的 OST 是吗？还是你出的就是唱跳专辑？是什么什么 OST 的？变成你的那一天。哦，就是跟别人组的。对，那你唱一下吧，就一句哦。变成，我不想做我是刺客这件事儿，这不是生拔吗？让我。是的，生娃呀。我觉得梁老师可以让西哥教你怎么那个，嘿呦，阿姨阿姨阿姨你把下午 rap 好那出来，个，就是你可以那能个 rap 太出来好吧？笑了。能 rap 出来吧？怎么样？大家想听 rap，还没听过女 rap 啊，那个就是 rap 吧。做你身体里的耳语者，哇哦，有点那味道。所以这首歌就叫《耳语者对啊，这么好猜，都在歌词里了。好，对，跳过吧。嗯，可以下一个。啊，刚刚那个有难到你了。好，下一个，暧昧让人变得贪心，暧知昧，道了。小月我是三我也分，知道，我也知道，你知道你不我说，也知道啊。这个不，三这个十算吗？钻，我们是抢答，这样吧，就是你得唱那个唱我们对，就唱在调上，哦，唱在唱调出上。来，我们就算加分，行吗？暧昧，哎，好，好，干好，嘛？怎么在？很干好，嘛？在调上。你就是在调上啊，就唱得很好啊。我也觉得唱得那我唱完了你再下，不然我有点害羞。那我黑屏的，你先唱。暧昧让我跟人随便唱。我也，你们对我太不尊重了。没有，没笑，都没笑，我们都在听呢。我没有，我没笑哦。让人变得贪心。加两分吧，加两分，加两分，加两分，加分，这就必是须加分。得拿捏到那个，虽然那个确实不是很那个稳定，但是拿捏到那个暧昧的感觉，我唱对吗？那我给你唱开头那2句好不好？暧昧让人伸手尽为止，
暧昧。快点，你俩合唱把这首歌都唱完合唱一吧。下吧，我愿意听，愿意听，愿意听。我没有笑，都很愿意听。我的同事在旁边那个已经笑喷了，吃饭在喷那里，我太过分了，吃你们饭这笑么不尊重人啊！你们这些人真的是，就笑出来嘛，还得接着笑。尊重你们一句，第二句。暧昧让人受尽委屈。知道等待失去意义，暧昧让人受尽委屈。挺好的，挺好，挺好，这个还行，挺好，真的。知道知等道待失去失意去意义。义啊，应该是这么唱的，我反正已经忘了本来怎么唱。就这么唱，从今天开始就这么唱了。对。你好，以后这个调就这么按这个来啊。我不就对，得了三分吗？你们一定要这样排挤我吗？我没有排挤你，给你没加有2分。啊，这道题我你不唱的敢。很好，给你加2分。